와, 미안해. 오. 冒险之旅又要开始了，我们的冒险之旅又要开始了。Let's go！ 你的 slogan 每天一开场就是 Let's go！ 开局又是采雪，哎呀！哇，这个山太有感觉了。我操，雪有点厚啊！这还有个小牌子啊，啊 ，Do not remove， 我还以为写 Do not enter 呢。啊，我把我的车停在那个地方了，因为停车场关掉了。今天多少度啊？-15有没有啊？这小树林，贼安静的小树林。我感觉我们每次出来都是来看日出的。啊，这坡真的是太陡了。你要脱衣服了是吗？我都出汗了，我把我的拉锁拉开。我是不会从这个坡度往上爬的，你知道？你这截出来给你放出来，我跟你说，我操！我应该多拍拍你的背影，让别人以为就是我。你这还能上来？你要上不来的话，你绕完了再绕一圈上来。今天体验了一把当羊的感觉。你是觉得走下边危险吗？你走上面。如果下边是 trail 的话，它应该有路的吧？还是其实也是别人开出来的，下边也不一定是路。哎呀，我操！我觉得去树林里边抓着树也靠谱点儿。这直上上不去的，太陡了，没地儿抓呀。哎呀，举步维艰，还下着个雪。我说你刚说这条路有个傻逼在走路了，别人在新山走你脚后面也是这么说的，还看一眼线。你这是要直接下到最底儿吗？你这捷径抄的，哎呀！你等我走到那儿又得十分钟。你这下到最底儿算了，你下到最底儿等我吧。啊，行吧。
风平浪静。哎，风平浪静这词儿用的不太好，又没在海边。哎，万里无云呢。被他们快有点干死了，是吗？兄弟，我们去稍微擦一下，太脏了。啊，今天天气真好。不过我真的很不理解，就是有些……哎呀，我操，好像是的，笑死。突然想到那个，妈的，我们有多大几率？50比50，什么50/50？已经成功到达山脊，现在要沿着山脊走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我后面的风景。哦，啊，绝了绝了绝了。今天没风真的是太好了。哎呀，我操，这雪半一米多呀！啊，没关系，你也经常给人家带错道，这是老天对你的惩罚。哎，你觉得那几个石头那儿，那会不会好一点，挡风啥？哇哇，你看后边。要是没雪的话，可能那一块挺大的，就是太有雪太多了。King Creek， 成功登顶了。饿死了，我操！
关键我也没撞啊，对不对？好奇怪啊！我操，户外泡面啊！你准备不足，下次要带蛋壳来吧，我操！啊，我以为你说你下次带个，下次带个那个叫什么？下次搬个凳子上，桌子上。妈，行啊，我他妈去 M。MEC 看看去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折叠小桌。我操！你把那个罐给我。哎，妈的！我他妈辛辛苦苦背上来的鸡蛋给碎了，奶油丁，不过还能吃。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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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远点！你没事吧？你是朝大的拧的，我是，但是刚刚没火呀。它一直有火，我跟你说有火有火。我看不见啊。哦，你得听这个声音啊，你听。现在不是。这个就是有火声音。我来吧，我来点吧。我操！我来吧。Holy fucking shit！ 我来我来，你把叫我拿来，我来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味一出，我操，绝了！哇，妈的，值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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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，这爬山的目的值了。哎，面锅里倒，等咱稍微滚一下。哎，这鸡蛋很快，你那还有肉呢。那个肠先放里吧，那个肠是冰冻的，应该。哦。那个肉应该一涮就是那啥了。太重了。我怕你那个杆儿撑。怎么会呢？铁的。还有吗？你给我捞完了。哦，还挺多。咔把一锅喝完了。吃播啊，吃播。你敢往那边看，你这闷头吃面不看风景。你看这雪山啊。我们下一期蓝豆儿一号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